是，我都结婚了，你为什么还在跟我玩失踪？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一直在等。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，仿佛二十，我怀孕了，我想留下他的，但是医生说胎儿已经出现了先天严重畸形。我那时候才怀孕九周，医生就建议我结束人生。二十，我多想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，但如果他在知道的时候就要变成失去，与其这样，还不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的好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，再给我一秒的喘息，可我怎么追不到消失的轨迹。你早已我要离婚，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了空气。今天你哎，二十，这都什么呀？午餐吗？哎，啊啊啊！哇，谁让你胖的？这我的，你想吃什么自己买去。抠死你算了。可以啊，进展迅速，那是必须的。哎呀，怎么追不到消失的轨迹，你早已离去。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，我不想忘记而已。你说我用这幅画参加比赛，是不是能拿一等奖？哼，你做梦吧！就你这还参加比赛呢？你见过参加比赛画房子的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我心目中最温暖的房子，虽然万事繁华，但仍然有一处温暖的小家，里面有我最亲的人，永远亮着灯等我回家。那这样，我给你加点。你干什么？你别乱画。帮你在门口画两盏灯，这样你不管多晚回家的话，都可以照亮你脚下的路啊。那我也画一个，我画右边。楚楚，你往后的路已经不再需要了。楚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小莫他这周要回来做复健，但是他还不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，我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，你可不可以假装？啊，没关系的，你要是不方便的话。不方便。好，那周末见。啊。是不是？记得
帮我。你是我最珍贵的礼物，我妈可乐。